我具体指控就是你的网军李伯章，你过去没查，过去纵放他那就算了，但是你现在人家具体指控了，你就查清楚吧。我相信柯市长可能对李伯章个人不了解不认识，但是李伯章所做的工作他是网军，如果跟柯市长提到网军两个字，柯市长你会不知道吗？柯市长你是网军之父，是国内各政党各政治势力各政治领袖最早使用网军的就是你柯文哲，不是吗？我具体指控就是你的网军李伯章，你过去没查，过去纵放他那就算了，但是你现在人家具体指控了，你就查清楚吧。啊，我所了解的李伯章我完全不认识他，但是查到的这些蛛丝马迹或者听政治圈工作者他们的接触到所了解到的，这个人有种种过去一些乖张的言行啊，那这些言行难怪说会被这个指认为是不是有吸食毒品。那毒品不管是吸食持有都是法所不容，也不见容于我们整个国家社会，这是万恶之根源。当然了，万恶之根源现在又加了一样，万恶的根源，毒品，网军。